午没人，你在了，你在这是吧？下午没人。那在我下班的时候，人家正好看看，你还收东西干啥呀？我这没有。那你摆的意义何在呢？意义何在？到点就加班。到点就加班。别人说加班给老板赚钱，你加班给自己赚钱，你都不愿意这么干啊？我就是，是不是啊？我是老板。这一点正好，你还早下着了。这个是个老机器啊，这个有年头了。这哦，天线断了。初期 bug， 这是个好包啊，这是个眼镜盒啊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个眼镜盒啊。这是个好料。这充电宝，这两块啊。行，我要了。还有呢？这个。还有哪个是你的？这是个嘛东西啊？这个放照片的，放照片不要，咱玩电器。这是学生的是吧？对，走，我在查完以后啊，走啊，行，没事，我研究。给你两块，好嘞。来来，帮我看看，行，我帮你鉴定鉴定。这鞋是新的了，这鞋有点大呀。不大，你看着大。我穿不了这种鞋子，这还是 LV 的呀。哎呀，再看一下这 LV 的鞋子，我看看。哦，这鞋拍了。这是真 LV 还假 LV 啊？啊？不行，这个鞋我穿不了，太重了。这个啊？这个你研究研究。这个啊？这是个。搞亮丽的。这是吗？这是驱蚊的。驱蚊。驱蚊怎么有这个？这里面放一个驱蚊的香片，然后呢，小孩子挂到脖子上驱蚊的，就是里面放点那个扩香镇静水，不放那个风油精啊、清凉油啊。这是日本的，日本的不是日本，没有什么太大用处。这不还有好多吗？这个什么艾迪特，这是什么416级？这个多少钱啊？没有啊，英语。都行。英语416级是啥牌子？我打开看看啊。哦 ，DSP 处理器，集成块软件。哦，这种机器啊。亮了，刚才亮了，往前，往上拔。这是带勺子的。往上挂脖子上。对，咱们的皮糙肉厚的用不上啊。咱们总觉得它是挂手的，挂脖子上的。上回卖一群里边的，这好像也不是咱的。是的，是没嘛意，没用啊，没用啊。是吗？对，没什么太大用处。是好的，这里面是啥呀？有你需要的，你玩电梯的，让你行。好嘞，谢谢。不白来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充电宝。不是。啊？
是充电宝，一个赠品，买啤酒送的一个赠品，充电宝。是吗？对，充电宝。这都这样了，绝对绝对行。我回去帮你研究这个东西啊。这没问题，这个好不好？啊。那个啊，我也不知道干啥的。表行。嗯，别收啊，现在这是下班高峰期啊。这会儿不卖，等是卖天，没有用吗？嗯。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周围。看有时间，看到没有？十二，一二三四五到十二，应该是个时间对吧？然后上面有个显示屏，这个三极管，这好像是一个技校学生的毕业作品，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那种学那种集成电路的。这个焊接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啊，焊的不是特别完整，但是呢，能实现这个功能啊。这个亚克力板都拿螺丝弄起来的，有个螺丝还松了，看没有固定上。然后背面它有两个集成块，这一个长的，这一个短的。这有一颗电池是计时间的，这还有一个闹钟的一个喇叭，然后一个早期的 USB 的一个接口，上面有两个调节的，这按键的啊。这个温度检测，还有一个，这样是光敏电阻吧？这是温度光敏电阻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时间啊，一个这个东西啊。回来之后，它的两个线搭到一起了，就是这个光敏电阻，然后造成这个不能工作。我把它扒拉一下就能用了。这个焊接的这个人呢？他为什么把那个线直接掐断，直接焊在里面呢？他把这个线露出来了，露出来接触面是最大的，但是容易这个线缠绕啊。所以这个玩意就是这样一个结构，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东西啊，效果挺逼真，挺好看的啊，特别的造型，特别的那个什么。我拿个电给通电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这个亚克力应该是网上定做的吧？还是网上买的半成品啊，也搞不清楚啊。看网上有教学的，有卖的，毕业设计什么时钟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。给它通上电啊，就是那个普通的 USB 就可以，它就显示了啊，现在是8:14、15，然后它这个秒钟啊，就是这种，看5秒、6秒、7秒，对吧？这么一下走动，对吧？相当于这个一直走一圈就是一分钟嘛，这个灯一直在不断的下一步，它还显示温度啊，还显示温度，就是这个接头有点松动啊，接头有点松动，你拔掉之后它还在走，因为这有个电池在记忆这个时间。对吧，它现在还在走，对吧，刚才拔掉还是原，对吧，现在是室内温度30度，然后下一步一个这个操作，像这个是一个整点的位置，是一个红灯，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，对吧，再按一下就是这个效果。这个必须得这个灯好几种特效呢，再按一下，按一下，这种走一圈，这样变红的，变颜色，特别有感觉。再来一下，啊，这种效果更好看，对吧？哎，我这个充电宝跟那个线不匹配，怎么回事？再来，跟跑马灯一样，再来，
正方，再来，还有这种，好几种特效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东西啊，显示温度，然后还有闹铃的功能，然后就是这么一个 DIY 的一个时间设计。我没搞懂他买的是应该半成品吧，这里面其实塞一颗那个锂电池应该就可以挂墙上用了，如果长期外接电源用的话反正效果不太好，对吧？可能是买的成品，网上买的成品，然后自己焊的。这个头特别松啊。好了，就是这么个玩意，花了2块钱。